二十八题，下列假道心是关于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的叙述。甲，酒精有挥发性；乙，氧气具有助燃性；丙，氢气具有可燃性；丁，水是透明无色的；戊，水的沸点为100°C；己，水银的密度比水大；庚，强酸有很强的腐蚀性；辛，铁在潮湿的环境中易生锈。上述属于物理性质的有哪一些？所谓的物理性质，就是只要靠观察测量就能够知道的性质。所谓的化学性质，就是跟化学变化有关的性质。所以乙，氧有助燃性，是跟可不可以燃烧有关，是化学性质。丙，氢气具有可燃性，也是可不可以燃烧，也是化学性质。那么庚，强酸有很强的腐蚀性，这表示这也是化学的活性的问题，所以庚也是化学性质。锌，铁在潮湿的环境中容易生锈，生锈是化学变化，所以这个也是化学性质。所以属于物理性质的是由甲、丁、戊、己。所以第28题问我们说，上述属于物理性质有哪一些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 甲、丁、戊、己。